好，我是主持人以勋，欢迎收看点玩宅速配。俗话说，玩游戏最难击倒的敌人不是自己，也不是那个强到爆炸的超猛 boss， 而是那个就在你身边，往往会增加你游戏难度的雷队友。而今天要介绍这款 The Stragers， 就是一款会破坏你我友情的游戏作品哦。那就来看看你会不会是别人眼中的雷队友吧。The Stragers 是一款以人命救助为主题的动作游戏，背景设定在一座原本相当和平的岛屿。某天，一位自称天才的大魔王突然出现，岛内开始发生源源不绝的骚动。玩家们将扮演一名与伙伴搭档的救护人员，面对重重困难事件，玩家必须善加利用各式各样的工具来帮助受伤的病患进行搬运送医，必要时还得当个炸弹运送工，想办法帮岛民解围，或者是布阵出救援的道路。游戏除了支援单人操作两名救难人员的玩法之外，同时也加入了相当有趣的 Joy-Con 双人游玩模式，是要让整个关卡变简单，还是成为两人的噩梦？这就相当考验玩家们的默契与熟练度喽。游戏目前已在线上商城正式发售，到底你会成为一位笨手笨脚的雷队友，还是能当个能够 carry 全岛的救难人员呢？这就等有兴趣的各位去买下来挑战看看喽。それが我らストレッチャーズ。